谢谢，谢谢您。好。龙龙，我不在，你不要吃太多零食，不然会长胖的哟。龙龙，再见。嗨，你还记得我吗，小露露？是不是？你们要吃得好好的，不要打架。嗯，我一定会想你的。拜拜。我马上要回家了，你要好好听饲养员阿姨的话。你说好了，好好说，他听不听？姥姥再见。你说你说你。非常优秀团的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早上好。金乐哥，早上好。昨天我们带着负重进行了一天的工作，现在双肩还好吗？全身都酸了，全身都酸痛了是吧？大脑缺氧。那现在听我的口令，3、2、1，蹦起来！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，我们即将迎来动物的体检日，同时呢也是我们终极考试日。哇！现在成为我们终极保育员的是我们的明阳，还有我们的雨桐，恭喜我们成为终极保育员，恭喜洋洋可以升级为我们的终极保育员。今天在我们的终极考试日，你们两位将会作为两个队的小队长。首先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二位，挑选另外的两组家庭进入到你们的战队。雨桐先挑第一组家庭。琳琳，因为她的徽章最少，我可以帮帮她。夏明阳，第一组家庭你选择谁？佩里，因为知道动物的知识比较多。哎呦，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啊。雨桐，第二位你选择谁？选格格，因为除了杨哥以外，他的徽章是最多的。先选一个最少的，再选择一个数量最多的，这样有一个很好的中和。我们的明阳你没得选了，你只能选择思瑶。大声告诉我，你本身想选的人是谁？思瑶。哎呦，正好想选思瑶，为什么？因为思瑶比较稳重，也特别勇敢。其实我觉得明阳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，而且呢他是一个特别懂得扬长避短的人，自己很外向很活泼，就要选那种比较稳重的知识型的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。这边是我们的雨桐队，那边是我们的明阳队。今天的主题是了解动物医生的工作和了解动物医院的职能。那么为了帮助我们的小伙伴更好地完成今天的任务呢，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？这个游戏的名字是是非判断大挑战。第一题，河马晒太阳时身体会分泌一种防晒霜一样的物质来避免自己被晒伤，是对还是错呢？请选择。恭喜你们全部回答正确。请听下一题，山羊拥有270度的视野，是对还是错呢？请选择。我也觉得对的。答案是错误的。它将近360度的视野，所以四位被淘汰，再见。加油。请听下一题，乌贼的血是黑色的，请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？我还跑过去。三。三。二。还有一次更改的机会，三三。二。
往前走，马尾丫头。恭喜你，被淘汰。他的血是蓝绿色的，不是黑色的。下一题，骆驼的驼峰里储存了大量的水分，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？请选择。非常遗憾，二位被淘汰，这道题是错误的。他说他以前看过这样的一个知识，我想他都已经那么确定了，我说那我就相信他，没想到竟然答错了。正确答案是这样的，骆驼的驼峰里面呢储存了大量的脂肪，可以维持正常的活动，因此啊它可以长时间不吃东西。那么驼峰里的脂肪被氧化后产生代谢水，可供骆驼生命活动的需要。请听下一题，赤猴是速度最快的灵长类，奔跑速度可达30公里每小时，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恭喜你们回答正确。它确实是速度最快的灵长类，它每小时的速度不是30公里，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。好，来听下一题，猫头鹰的耳朵是左右对称的，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应该是对称，我猜。3、2。丽丽，你们俩分开分开。那你确定吧。他自己觉得想做什么事情，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作为妈妈，我就是配合他的这个想法。他的耳朵呢，是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猎物的方位。猫头鹰真正的耳朵是长在眼睛两边的，通常是右耳高左耳低，所以不是对称的。两位有点遗憾被淘汰。不应该听我妈胡说的。我发现我们的小莲蓬啊，对这些知识掌握得非常的好。我们的俊林呢，是从头笑到了尾。下一题，海马爸爸会分泌催乳素，在育儿袋里产生营养物质喂小海马，是对的还是错的呢？请选择。快跑！恭喜你们回答正确。耶！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，龙猫会吃自己的便便，对吗？不改了吗？不改。恭喜你们回答正确。两位小伙伴笑到了最后，每个人可以获得一枚脚印勋章。来，一方面是我经常来这里，也了解很多知识；另一方面是我老是看动物纪录片。真的是凭他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赢得一次成功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很高兴了。来为你们发布一下具体的任务，我们的雨桐组，你们将要学习吹针治疗。哇！而我们的明阳组呢，你们将会去到动物医院，到底哪位可爱的小动物在等待着你们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。出发吧 ，Go！ 再见，再见。为了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更好的了解吹针治疗呢，为我们的三组家庭请到的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的动物医生张医生，欢迎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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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边请。小朋友们，张医生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，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呀？吹针是什么呀？像我们吹针主要有三部分，一个是吹管、吹针，然后尾巴，三个位置组成的。人用的药和这个药有什么区别吗？一般情况下呢，我们动物和人它是有区别的，但是呢，我们野生动物嘛，种类很多，所以说不可能说每种动物都有一种专用的药，所以我们野生动物也会用一些人用的药。那它怎么吹呀？我这手里有两个管子，我们会把这针放到管子里，然后通过我们的嘴，然后用力
用力一推，对，它就会直接扎到我。对，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给动物使用这个吹针？一种呢，就是治疗的时候，啊，一般我们动物比较活泼，我们打针也不方便，我们就会吹针给它治。嗯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打疫苗，动物呢不像我们人那么老实，那么听话，那么听话，然后我们只能用吹针的方法给它们打疫苗。在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首先呢要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，所以一般吹动物的时候不会站在它的前面，因为动物可能一应激它就会往前冲，像长颈鹿的它们会吹脖子上，吹一些肌肉比较多的地方，要是吹一些肌肉少的或受伤别的器官的。我们欢迎张医生先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展示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您的目标就是中间的靶位啊，加油，不要紧张，放松下来，尽量啊，尽量不要脱靶就行了。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。哇！像这种就是多练习，多吹几次就可以了。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我们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啊，今天是给所有动物体检的日子。现在呢，正好有一只马兰熊呢，要过来进行一个体检。大家去看一看好不好？好。熊宝宝乖乖地，你要在家里，不要不要再调皮，妈妈不喜欢你。我的热情，乖乖地，你要听我的，不要不要再调皮，大家都爱你。吹针比赛现在开始，我们的格格先来，第一次请开始。哇哇，七环。吹针的时候我特别的怕就是那个针吸到我嘴里去。一个好的开始啊，七环，漂亮。第三次吸，哎呀，有点偏低啊。我不知道我比赛的时候是不是紧张还是怎么了，只打准那个七。接下来妈妈该出场了。哎呀，有点低，在那个游学之间还有一次机会。不让我上，我叫他往上扬，他又往下。那个管我是已经往上抬了，因为我人高嘛，我再过分往上抬，我会从上面穿过去。5环，最终的成绩是19环。来，俊林。哇，7环，漂亮。吹的时候你不要放着时间停留太长，要快准狠，漂亮。7环，往后一点，十啊，冲着十，玲玲加油加油，好，6环，现在成绩是13环啊，自己给自己加加油，对，加油加油。哎呀，拖把，气死了！
不生气，妈妈来，妈妈 来看看妈妈的表现啊！加油，今天给妈妈加油，妈妈加油，加油加油，我努力，加油，马上 ，OK， 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漂亮，六环，啊，冲啊，十环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八环。那么我们俊林家庭最后的成绩是27环，接下来雨桐和妈妈这边做准备。加油，雨桐，加油，宝贝。在哪里？区。哦，动感特区的区。哦。啊，在下边。调整一下角度啊，不要太着急。使劲。使劲。五环。嗯，不错呀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吹就能吹那么好。目前我们的林林家庭是27环，你们这是11环，相差了16环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你必须打2个8环以上才有追平的机会，或者是反超。好紧张啊。紧张不紧张？加油。8环。你必须打2个8环以上才有追平的机会，或者是反超。嚯！这太难了。力度合适，还要瞄得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挺难的。最终的成绩是19环，恭喜俊林获胜，获得2枚小月勋章。谢谢俊林哥哥。当然了，我们的雨桐还有我们的格格表现都特别的棒。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自己，好不好？监测的医生已经进来了，他才4个多月大啊，4个月了，就跟我们小宝宝的是4个月的大小差不多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再给他做监控啊，测他的血氧啊，做他的心率啊。人在做检查的时候都是把那个仪器夹在手指头上的，医生就把它夹在那个小马来熊的舌上。阿姨，他这个麻醉的话多长时间呀？他这么幼小的话，我们是尽量最快的速度来完成这一个动作，一般情况下都在40分钟范围内。他都已经拍完，瞬间的曝光。现在是后肢。他那个时候小爪子柔软的不行了，特别想搓一下。这个机器和我们人类在医院看到那个机器是一样的。一样的哦。像那种大型动物或者是猛兽，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肯定要给它打麻醉。对，但像这么小的那么可爱的马来熊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它麻醉呢？就是不像我们养的猫啊狗啊那么温顺，它是野生动物，它成年以后它是更凶的，它的爪子像镰刀一样的。我常用的一壶江山我倒想要，我常用的有没有听到？哎，他们要去给他做全身检查。我们动物医院也是跟人一样的，有很多很多的设备。这个白色这个管下来的是一个温度，就是加温器。它那个床是暖暖的，它生活在亚热带，就是比较温热啊，比较暖和的区域。兽医院那个机器非常非常好，因为那个都是高科技。再给他做 B 超，你看他在打耳蜗剂啊，这些是吧？对。嗯 ，B 超这一块就是腹腔、肝、肾、他的脾、他的胃啊。现在再给他做检查，做血压。他们的血压多少是正常的？他跟人一样的，70到120。你看旁边有什么？给他挂了那个输液的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它麻醉以后，我们让它尽快的、快速的代谢掉，所以给它会做一些输液啊。
哎，跟我们人是一样的。你看打针之前要把这个动脉给止血带给止一下啊。啊，阿姨，她的血是跟我们人类血一样吗？因为哺乳类动物的血细胞形态这一块来说，它也有大大小小的不同。它也分什么血型？会有。在野生动物来这一块来说，真的还没有去很好的去研究它。你看，你看，看血液出来了，你看红色的血液出来了。那他等一会儿马上会把血液给到我们的化验室进行一个检测。我们会给他在口腔黏膜、肛拭子这些采肛门这一块采样，做他的一个菌群的一个检测。明白了。你看，他们现在在给他，鼻腔的，这种动物麻醉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给他检查仔细。那咱们平时多长时间跟他们做一次常规体检呢？我们一般是在一年给他做一次体检，全部的动物不能来到动物医院，我们会去现场给他做一个评估啊。他们现在在给他做那个内窥镜呢，对，看他的口腔发育情况啊，就是牙齿的啊这一块的啊，喉头啊这一块的。内窥镜插进去的时候看着就很不舒服，只有把它麻醉了才能让它好一点。他是不是生病？有一些什么表现呢？动物界他会把自己装得很强大，不要表现出我比别人差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吧。所以我们就要从他的采食情况啊、吃东西的情况啊、体重情况啊、还有他拉粪便的情况啊、尿液的情况啊等等来做一些分析。假如说你不是一个很认真的饲养员的话，你真的是很难去发现。这边是做常规，你看它的血液投片，它那个形态跟人是一样的，细胞圆圆的，很饱满。我是第一次看到血液的细胞，然后特别兴奋。这边呢是做生化，掌握它的离子啊、钙呀，这针拔下来了，可能快要结束了，快要结束了啊，快醒过来了，再给它输氧了，等一会儿就给它快速的供氧。一开始我觉得动物体检的话就是要做一些简单的，没想到给动物做体检不亚于给人体检。你看他的舌头在动吗？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给动物做全面检查是一个怎样的过程，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长隆野生动物世界，也感谢我们的医生阿姨。在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小朋友啊，他们可能看了我们这些节目之后呢，就会爱上动物医生这个职业。如果他们长大之后想实现这个梦想，他们应该从现在做哪些准备呢？一定要有很过硬的一个专业知识，知识的一个积累，再一个就是有一颗爱心、责任心、奉献精神。欢迎都来做我们的兽医。我身边这位就是这次马来熊做体检的主治医生刘医生，他手里拿的就是小马来熊的体检报告。我们三口家庭在来这次参加也做了一个体检，你们手中拿的就是各自的体检报告，是不是？其中最常见的是什么？什么红细胞、白细胞，然后血小板，然后你各种营养成分的一些比例，对不对？那么来看一看我们的刘医生，我们的小马来熊主要从哪些方面给他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呢？刚才我们去做了X 光然后在全身检查了，像他的白细胞的话之前呢是有感染的，那现在已经降到了正常值，在8000，血红蛋白也恢复正常了，不会说有贫血的一个现象啊。体重来的时候跟现在对比的话，现在已经是增了一倍了。 X 光片最后的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显示呢是马来熊小宝宝他的那个关节恢复的良好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了 B 超的检查，也是显示韧带是恢复的良好。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的开心啊！还有啊，刚才马来熊已经苏醒了，自己已经在在叫了啊！真的太好了，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医生，谢谢谢谢。
今天我们的六组家庭作为动物保育员呢，又度过了非常难忘而又愉快的一天。有三组家庭学习到了如何用吹针的方法来给动物治疗。我们三组家庭走进了我们的动物医院，了解了动物是如何体检的。所以今天的六组家庭完成任务的情况是非常顺利的。每组家庭的小伙伴都可以获得一枚脚印勋章。我手中呢还有一枚象征着荣誉的脚印勋章，它是属于谁的呢？这位小伙伴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、认真的记录，然后向我们的主治医生进行一一的询问，他就是走进动物医院的李思瑶。所以这枚脚印勋章是特别颁发给我们的李思瑶，额外的送了一枚这个脚印徽章，你就能从他的眼睛里面看见一亮。毕竟通过努力又追过来了，所以当时我就特别兴奋。来，谢谢。六位小朋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之后，都顺利的晋升为中级保育员。那么按照我们的流程，我们该干什么啦？换装备。来，六天的工作和学习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，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得到很多知识，然后比如说考拉，我原先总在电视上看到，今天我能在长隆动物园看到。然后我们今天给马来熊做了一个体检，我很高兴能和动物近距离的接触。照顾动物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饲养员他们每天都非常的累，为了照顾动物。我那天给一只大象洗了脚，我的电量就耗尽了。那个大象特别好玩，它一边洗脚还一边吃东西。我第一次学会了给小老虎冲奶，我还体验到了妈妈照顾我的辛苦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该照顾妈妈了。妈妈爱你，我要抱抱妈妈。来，格格。我来之前给大熊猫写了一封信，来这的时候看到了大熊猫，我还给婷婷和婷仔准备了食物。我是第一次给大熊猫宝宝做体检，学到了很多动物的知识。以前的话我有点害羞，现在交了很多朋友，变得活泼开朗了。我收获了非常多，而且今天给马来熊做了体检，然后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组，所以我把我做的面人送给非常优秀的团。哇，长颈鹿，看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的长颈鹿啊。真的，嗯，好笑。谢谢你啊，我代表我们栏目组收下这份礼物，特别的珍贵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什么？如果小朋友表现足够好的话，还可以获得联盟徽章。没错，动物保育少年联盟的联盟徽章就在我的手中。经过我们所有的饲养员和导演组以及金豆哥哥一致协商之后，恭喜我们的六位小朋友都成为我们的联盟成员。耶耶！一本分一。当我们的小伙伴戴上我们的动物保育少年联盟的徽章之后呢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非常灿烂自信的笑容。在这里，金豆哥哥告诉你们，还有两面旗帜。这两面旗帜呢，是动物保育少年联盟的盟旗，它代表了爱心，代表了耐心，代表了责任，代表了专业。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把你们在这里学到的和动物有关的知识，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，把它传递给更多身边的小伙伴们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两位队长，请接旗。谢谢金豆哥哥。好。
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分别的时候，在这六天当中，我们知道了爱动物从了解开始，在这六天当中，我们懂得了母爱的伟大。在这六天当中，我们和大型动物和猛兽进行了亲密的接触。在这六天当中，我们有了很多人生当中的第一次。我们这一季的非常游学团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也即将跟我们身后这些可爱的动物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。非常游学团期待下一次的相遇。我得知下一季有海洋动物主题的，所以我先做了一个小企鹅的。还有惊喜，还有礼物要送给我们呀！哇，送给大家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这太可爱了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，下一季呢，我们非常游学团的主题呢，就是可爱的海洋动物。那么电视机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，请报名参加吧。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央视少儿或者是非常游学团的微信公众号，这样呢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。最后让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说一声再见。
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奖答题互动，前五十名答对问题的小朋友都会获得当期节目中的脚印徽章，六期节目六种脚印徽章，赶快来收集成套脚印徽章吧。您知道长颈鹿为什么要吃生姜吗？您知道小动物为什么要上幼儿园吗？那大象需要剪脚指甲吗？熊猫的尾巴是什么颜色的？红毛猩猩有指纹吗？赶紧看非常优学团吧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